第三十四题，在化学平衡中，当我们改变反应物或生成物的某些因素或条件时，将会改变化平衡状态。下列哪一选项并不会破坏原平衡状态？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解过，我们改变温度、改变压力、改变浓度对于化学反应平衡的影响。而我们也提到过了，如果我们改变了催化剂，改变催化剂会同时改变正反应速率，也会改变逆反应速率，而且改变的幅度是一样的。因此，原来属于平衡的化学反应，改变幅度一样之后，仍然会处于平衡状态，所以他会说不会破坏原有的平衡状态。所以第三十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选项并不会破坏原平衡状态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催化剂。